上礼拜咱有讲到，迄个龙珠，细汉的龙珠倒转来啦。细汉的龙珠在外口晃动、落叶，然后倒转来到伫老爸面前，对老爸讲：“爸，我有得罪天，有得罪你。伫打了后，我无资格阁做你的囝。”你就把我当作厝内长工的一个，跟老爸安尼讲，当囝儿龙珠安尼讲，老爸随时讲来人啊，今日今日要来紧将上水的迄领衫摕来，甲穿落去，摕一只手指甲挂落去，上迄个新的鞋甲换掉，然后搁抬迄只肥的牛啊，因为我的囝死搁活，死了搁得着，因为。请问伊讲迄句话了后，老爸随时就用新衫甲穿了吗？是不是？嗯。爱穿新裤无？哎呦，爱穿新裤啦！啊，无对咧，对条倒转来，迄规身躯臭光光，新衫就要甲穿了吗？绝对是先准备漏水，大行换新，旧的垃圾的拢扔掉，即马拢变成新的了。这个叫做上帝国。因为当你已经在耶稣基督内面回来到这里，一切要做一个每一个人，咱等下咱会念一首诗，讲我真爱讲这个故事。迄个故事就是每一个人拄到耶稣以前，甲拄到耶稣了后，以前的老的我，垃圾的我。无好的我，真歹甲人斗阵的我，伫打了后，换新去旧啊无。每一个教会，拢爱真侪一个水的家庭，因为大家人拢伫外口咧游说，每一个人，咱当时的受伤，咱当时的亲像细汉的浪子，需要一个家庭，咱的心痛啊，咱人真善啊。那么到我们要回家，那要有一个厝房给你接待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家，都需要一个接纳我们的地方。刚才讲耶稣讲上帝的国亲像安尼，耶稣讲上帝亲像你的老爸，随时伫遐咧等候咱，伫遐咧等咱。有一日，你我咱相聚伫无同款的时间点，真的累了，想要回家了。上帝就像那个天父一样的护士，讲囝回来，囝回来，我这个囝回来，实在是真好。因为不断爱关心的是，咱的幸福教会当常常成做许多人心里的家吗？教会的形象，教会当拒绝。讲无人会当来，无人会当来，还是教会当亲像耶稣的上帝国，这个门拢是开的，伊随时伫遐咧等。但什么人你若需要，你拢来，不管你是啥。从小到大，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家。即摆现场，即个才有几个青年人，你来已经23岁、24岁了，我毋忙，我说毋忙，你会当开始注意身边的人。你来当，你开始真诚恳去找一个人讲，我们一起来学习恋爱好吗？真的，第34岁大学3年、4年了后，啊？你说34岁？24了，我已经34了。哎，可以讲，你来吃到我的，你就知道，真的是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讲啥。所以差不多到大学3、4年，真的很诚恳的去找一个人，我们来学习恋爱看看好吗？唔通到34岁、35岁啊，还阁无对象，然后牧师来恁的引导介绍，啊，互介绍，啊，也阁无啊多，然后阁转来伫遮，因为拢在阁伫外口，妈呀，人生不必要遐尼惊。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家，因为。怎样甲人三合生活需要学习啊无？爱，
唔通讲咱见面哦，我一世人我拢无甲人恋爱过，无恋爱过的意思是，你若无合适的对象，伫迄个学习三听的过程，你有可能会挫折，因为你要听人，人无一定，你的方式人无一定会当接受，所以你要去调整，不断的深刻的学习，不断的调整，到一日真正遇到一个人，时间点到了。你真正，你已经较成熟，你安在甲伊好好啊经营一个婚姻家庭，到第三个底下饲你的囝栽培，然后囝搁安在伫咧成长，迄、那个过程真无容易，因为大个人到第一个囝落来，我甲你讲，拢袂晓做事大人，所以这个爱的过程真的需要很长的一段学习。那我咧讲这点是。包括这些少年人对你的原生家庭，然后你要离开你的原生的父母，你要进入你家己另外一个家己的家庭，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家。然后，咱来求咱的家庭、婚姻家庭了后，咱爱替咱的囝一个创造咱的囝感觉伊真好的一个家庭。然后，这个囝大汉了，伊要搁找伊的家庭。我们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家，哪里真的是可以让我们依靠的家？我们的教会希望是那个家，我们你的家庭也是你出来每一个人心灵投靠的所在。啊，生囝回来了，老爸欢喜啊无？欢喜啊，真欢喜！我的囝回来了，我的囝回来了。什么问题是我的囝回来的时候，才有另外一个囝无欢喜啦。第二章来，咱25章到28章，咱到底读一个好不好？来。那时候，他独自在农场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音，他叫一个仆人过来，问他怎么一回事。仆人回答：“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看见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小宰了。”大儿子非常生气，不肯进去，他会自己出来。留意，细汉囝回来，老爸欢喜个。无怕是细汉囝一年级来，大汉囝唔入来。你会当想象这个老爸的心吗？这个叫你看到细汉囝，你看这款大汉囝甲细汉囝两个人的状态。所以囝是出来外口放荡，然后伫遐开钱去收一切落魄、挫折、失败，变作一个失败者。伊真正是一个标准的浪子。那这个标准的浪子，即马倒转来，大囝对倒会倒转来。你会当看到这个大囝，伊倒转来所在是伫农场。小囝伫放荡的世界落地倒转来，大囝是伫农场做工倒转来。安尼大囝有赞啊无赞？赞。这大囝虽然小弟出来外口放荡，大囝还佫坚持做大囝的一份。伊全把这个家顾咧，老的挂病，老的安怎样？伊一个人感觉长了爱做，老的爱管。甲送去病院，大你会当看到大囝，外哩无闲，外哩辛苦，然后家己也娶某，佮家己佮生囝，遮拢爱顾。当这个细囝放荡对外口倒转来时，大囝也是对农场倒转来，两个是伫无同款的所在倒转来，你会当知影这个画像，何等难得！大囝、细囝是一个浪子标准的形态。大囝是一个友好囝标准的形态，但是即久哪敢情况无同款？即、這个上标准的，互人上好乐的，伫床头、伫厝边见面，大家人拢讲，过去若讲到即个大囝，大囝赞，细囝讲不赛了。这是两个完全无同款的。但是这个上好的这个已经
兄太太无甲放去了。伊即久听到因小弟看到即个厝内的情况，伊开始大生气，伊掠狂，伊无爱即件。老爸安怎就来甲劝囝转来啦，入来啦，入来啦。伊开始控诉伊的许多人，开始控诉伊的许多人，开始控诉伊的弟弟。伊安怎讲？来，咱这段咱过来二十九章、三十章，咱到底读一个地来？伊讲，你看这些年来，我像努力一样为你工作，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你给我做什么样的？让我跟朋友们热闹一番都没有。但是你的儿子，他把你的财产都花在长裙身上，现在回来。你就为他宰小田了。由于这个家庭，咱看到这两个人，老爸伫厝内时，面对的是这个浪子，细汉囝这个浪子，甲伊讲：爸，是的啦，我得罪天，搁得罪你，我袂牵你做囝囝，你着甲我当做你长工的一个就好，因为我伫外口真正无面通吃，巴肚亲像长工一般互我吃嘞。我欢喜做什么工，你甲我叫我就做，我会当度日就好。因为该第个财产我甲开了了，我无出价通讲半句话。伫厝内，老爸面对这个细汉囝，细汉囝讲到安尼，出来到外口无打算这个大囝开始。你看这样呢，我亲像奴才安尼甲你工作，唔捌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学我什么？你捌学我什么？你拢唔捌。电脑唔捌，即个是咱电脑哩讲，哪里关键？你从来唔捌，你唔捌就一捌，有无？你唔捌，吼、哦，我一只牛，一只牛，我从来唔捌。因为咱阿公哩冤家，还是你做爸母哩教你，害你个囝是小心即款个绝对用词。讲落去个是恁个观念绝对拢歪哩。即、这个耶稣实在够高，两千年前哦。哎，三十三岁囡仔尔，才会晓，会晓。讲到这么深啊，讲到咱即摆还搁咧翻哩无面啦。伊讲这，做到真像奴才。我唔捌违规矩，你唔捌违。我若遐尔听你的话，你甲我做，你有甲我创啥？你唔捌一只。你讲我朋友人来哦，我代志都唔捌。你这个囝。伊甲你的财产拢开伫枪击的顶面，开了了，啊，即摆倒转来，你叫为了你，把伊迄个上贵的迄只牛啊，叫甲恁爸山来卖去。老爸听了较苦的，来啦，你转来，你入来，入来，无，我听无，你若爱我一边，是，我若要一边，伊安怎？伊要出去，伊若无出去。我跪了一句，是不是啊？你那冤家就是安尼嘛。伊若无出去，我跪了一句，我绝对无出去。哎呦，卖啦！你是我的囝，伊嘛是我的囝，无，伊是你的囝，唔是我兄弟。我无钱，财产开了了，开了了。我若不承认，伊是我的兄弟哦。我那即摆，我若要亲你兄弟哦，伊该开开了开了了，我若要是叫伊兄弟，我的分都搁甲开去啊。所以无，伊是你的囝，不是我的兄弟，我绝对无亲你。卖啦，我听伊，但是我嘛搁较听你啦，无，你听伊较侪，你听伊较侪。卖啦，我。一切所为拢是你的，你逐日甲我斗阵，我一切所为拢是你的，卖甲好。伊若等下等这个车吼，我若入去将来真正伊等内面，你讲我话的迄是爸，你迄是你嘴讲的。到你若要死的时吼，你讲到我一半多年，我才打蛮拢脑壳。所以，哎，我入去会使，伊先出去。伊若无出去，我唔入去。有你会当想象老爸这个心无？你能够想象父亲现在的心意，心的听话。
某人有两个囝，少年的伫外口放荡，老爸心痛。某人两个囝，迄、那个细汉囝出来甲伊讲：“爸，我应承了我，我要离开这个家庭。”老爸心痛，尽量捐款的一寡财产，俗俗啊买卖卖咧，变作现金捐出去，伫咧卖俗卖过程，老爸心痛。伫远远的所在，遐整个环境、整个大经济伫咧变化，变作一间老爸绝对是远远的所在，伊拢咧探听，伊嘛知影外，伊的细囝伫外口过啥物生活，老爸心痛。即嘛对细囝倒转来，老爸欢喜，迄、那个心痛的全变作欢喜，无拍算，走欢喜无认真，喙紧拄着大囝，伊的心搁较痛。啊，一来，出来一个，剩一个，即款一来一个，不过出来一个，啊，安全个囥，上到即个位置，大个互老个囥会，囥会牢，囥会牢，袂囥个。因为迄个上艰苦个点就是囥无法度通囥。人甲人个关系中间上艰苦就是袂囥个，囥袂听，迄、那个是上艰苦。所以现在大囝安怎又听袂着老爸？现在大囝你会知伊对老爸迄款愤愤不平的态度、怒气，伊若袂想着安怎去刺伤的是大人？是大人把因两个看作宝贝，现在把这个大囝看作宝贝，母长以来第二个伫外口安怎又？老爸伫亲人朋友中间拢抓这个大囝做骄傲。有怕什么？这个大家伫现在这个状况，煞开始那么一个故事。因为过一摆就讲，一个罪人需要一个家，一个罪人需要一个被接纳的地方。我们有没有预备那个地方我需要的啦？来，请问这句大囝甲细囝，现在到这句，什么人甲老爸心里较近？啊，细囝吼，这句煞怎啊变做迄个上乖的模范的囝？这句的心煞离老爸遐尼远，迄、那个碰到的。现在说怎啊变作伊的心，伊甲老爸的心煞怎啊连到底？现在谁在门内，谁在门外？第二，上帝国亲像安尼，耶稣讲上帝国亲像安尼，迄、那个救恩定定是摇动的。人甲上帝关系定定是摇动的，所以你唔通千万唔通误以为你受洗了，你成为基督徒的，你就一次 once for all 一拜就达行到家。那人我对耶稣的譬如，我对耶稣的教示，我看到迄个上帝国，人甲上帝国是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。人甲上帝关系点样？当时足近，当时足遥远。那当你迄个彼得，真侪时阵是耶稣甲彼得讲：“彼得啊，你就是石盘。彼得啊，将来教会要起着伫你。”其实，像我这句话本身有预兆。伫耶稣话题的时候教会，有无？耶稣话题的时候教会啊无？教会是多久了后才有会教会？有当时啊，咱咧读圣经，咱咧知影一寡物件。耶稣甲彼得讲，将来天国的锁匙要伫你的手。伫真侪时阵，彼得伫耶稣的心目中是足好足亲的一个同工。但是耶稣嘛，不对彼得讲，撒旦离开我，撒旦离开我。因为你提掉人的意思，无提掉上帝的意思。彼得啊，彼得啊，你今年要三拜门前我，彼得答应到国家，就是
保证你，我绝对袂。但是时间真正三拜无人主，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你毋通想讲你足坚定，你足自信咯，人的一生。迄、那个曾经是模范的大囝，现在变做什么款？即马说话变做大问题者。当我讲这句话时，你看侪侪教会、侪侪家庭，早前迄个曾经是真有贡献的人，到我人生的某一个时阵，怎变做问题上大的人？耶稣讲，上帝国亲像安尼。在上帝国度内面，要按怎样来看待？这个只耶稣国讲，无有两个人会祈祷，佮有两个人伫圣殿会祈祷，一个抽象，一个抽象的，佮一个甚物人？法利赛人。然后，迄个法利赛人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啊！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啊，贪恋啊，不义啦、啊，淫乱啦，我无亲像迄个徛伫边个，我无亲像，然后我一心做礼拜啊，一心奉献啊，会讲到遮，我望教会个兄弟，我嘛你若去一间教会，我嘛大家人拢咱拢有一个规定献金，不管你达波要献偌济，一切稳定对上帝来是。我想你对上帝有一个标准，基督徒是一个归向上帝的人。一个月，我想你对上帝、对这个教会、对这个家庭有一挂认可程度。我无，我热心做礼拜，我十分之一的奉献。当然，我即摆我唔敢期待十分之一，我唔敢安尼讲，但是你达到了这个高度。这个人真。自负、真自欺、真自信。啊，边啊，迄个伊咧讲，我无亲像迄个啊人，迄个抽象的讲连头也唔敢举，佮他妈咧对应讲上帝啊，可怜我这个罪啦，形成一个对比。请问，伫这百度的中间，啥人是大囝？啥人是大囝？法利赛人是大囝，对无？迄、那个抽象的人，放荡囝，对无？但是，请问，伫耶稣的批注内面，耶稣讲，伫上帝目睭中，这两个，上帝爱过一个。对。迄、那个额头圆圆的，看讲，我无亲像这个人，额头头额圆圆，讲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无，我安怎安怎安怎？耶稣讲，耶稣讲，弟兄，你话这种，伊爱这个还是爱那个？头累累迄个？弟兄，你话这种，上帝爱迄个头累累。上帝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得罪你啦，我求你怜悯我。由于咱真侪时阵，咱也无细腻，特别是伫教会内面舞堂，伫教会内面有伫咧侍奉者的人，咱也无细腻，咱会怎？扮演做迄个大囝的心情，咱若无细腻，咱就扮演迄个大囝的心情。咱真若无细腻，我有一挂教会教导到一挂基督徒核心的人，互人大家到尾讲，你看其他的教会都怎么样，其他的教会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伫上帝厝内传，伫咧看袂起其他的，都爱烂一套。因为这个爱真小心，不小心，咱若不小心，有当时啊，咱会突然怎啊走去大惊咧一边。即久老爸唔忙伫外口，老爸出来到伫外口，唔忙伊会当，甲这个大囝抱伫胸前，甲这个大囝抱咧，亲像伊拄只伫厝内甲迄个细囝抱咧一般，拄只伫外口当咧抱迄个细囝。放荡囝伊甲抱着啦，即马即个乖囝是要来抱，请问即句即个乖囝要抱无？要抱无？大家有用？老爸直直话来，直直闹，老爸要甲抱，伊讲闹，我绝对袂使甲抱。你会当想象即款的对照无？老爸直直即句直直咧劝即个囝讲，囝莫安尼啦，
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的，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的。老爸直直直咧讲这，老爸直直对伊讲，囝，你常常甲我斗阵，我所有一切都是你的。因为你这个小弟是死搁活，死落搁得着，咱斗阵入来庆祝好唔好？所以我要请最后这个大囝有一条无？有啊无？无你去比赛，你无你去，那么我。来，讲这个大囝最后有一条的，请举手。你就是这个大囝，未见一条的，请举手。谢谢。老爸是你干哪？卖啦，卖安尼啦！你安尼我真歹做人啦！你安尼我这个做老阿伯一件唔对，啊无怎甲你夹到遮也唔对，啊怎即句要安怎？你会当知影讲为父之心无？这个叫做天父的心，这个叫做老爸的心，即句伊安怎做拢唔对。真侪时阵，这个就是木匠的心。所以你做一个木匠，你知影做一个木匠，真侪时阵就另外真歹行。所以你若咧冤家上，你莫来找木师的。你若来找木师哦，拢爱搞歪哩，协调协调啊，到尾啊，最后木师来劝啥人，安尼拢唔对。等下伊传到木师身去，木师无照伊意思，木师传掉，传掉气惨去。但是哦，真正若有啥物代志，早早就要找牧师啊，唔通到最后就感情啊，感情关系啊才来的。伫关系早期就要来相亲，迄个是较好处理，较好协调。OK， 到尾这个大吊是听无？等下咱再讲。即摆伫这个显明一项，耶稣伫整个的譬喻的中间，伊咧讲，耶稣就是迄个大吊。在整个信仰的中间，信仰就是跟咱讲，耶稣就是迄个头像仔囝。耶稣是迄个头像仔囝，耶稣也是头像仔囝。咱每一个人就是第几？第二，因为上帝无孙啊，所以上帝跟咱两个囝，一个就是大囝耶稣，一个就是你。啊！咱每一个人拢是伊个老二。耶稣用迄个大囝的身份，伫遐就是讲来啊！既然你破坏当来，拢来，拢来就我，我要互你得到安定。来啊！所有破病的人、心灵受伤的人，恁拢来，我要带恁入来见我的天父。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人，不管你过去过的人生是安怎。大囝伫遐直直直咧招呼咱，嘛为着安尼大囝互人陷害，为着要互咱遮个浪子会当倒转来，大囝已经互人害死五届，定死伫世界顶，伊还佫讲我欢喜，用我的血代替你，我干呐要甲你引进你每一个浪子倒来到伫老爸的家，互你会当享受。天地快乐，因为伫咱顶次的耶稣上帝讲的譬喻，遐咧讲到，这个大点，伫咧讲到上帝讲，人不断伫遐行，去到街头巷尾，甲所有伫外口拢邀请进来，不管你是宋乡的、詹会的、青年的、败家，不管你过去是甚物款的身份，拢来。因为你会当看到这个大囝拢在咧讲这款的话，伊无要甲你计较，所以请问耶稣永远是伫上帝的厝内啊厝外？伊拢伫厝内，耶稣拢甲上帝斗阵伫厝内，就咧欢迎每一个细汉囝拢住倒来。伊嘛甚至甲迄个定义是决定讲，今年你就要甲我伫路边啊。所以会记你一项。这个若是大囝耶稣的心意，
上帝讲啊，亲像安尼，耶稣基督的教会，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就永远无拒绝人的权利。每一个礼拜的同时，所有的浪子都倒来甲上帝三个见面会合的时间。所以这是今仔日，今仔日是礼拜日，真欢喜你甲我咱拢倒来伫遮，咱互相拍一个抱抱下，互咱遮的浪子。耶稣邀请咱倒来。OK， 请问。做一摆严肃来想，即摆有一个浪子要倒转来，突然你怎啊变做大囝？咱即摆过来想，请问最后这个大囝有甲老爸转入去啊无？有无？耶稣的碎碎地无，伊这个故事拢无做解，伊无做演绎。伊甲这个大囝到底有一件无一件，留咧，互你家己做决定。唔种决定啦，伊若是人，吼，啊，就伊就不配做，因为他没有亲戚。呀。啊，伊若是神，上帝见面啦，无做伙。OK， 即马耶稣讲，你有吗？你有定好心啊无？你伫厝内，你伫教会内，你伫真侪个领域内面。你有法度无啦？亲像这个大囝，有当时啊，咱性格卖硬，有当时啊，咱卖愤愤不平。即摆老爸出来劝人，老爸出来劝人。咱目睭前真正有一挂浪子，比咱搁较放荡的人，面对比咱搁较软正、软弱、放荡的人，你的态度安怎样？因为即句你是说，你已经变做大囝。那安尼，即句即个大囝爱互上帝当考卷，互上帝心里当感动，随时放下放下，卖阁惊上帝啊，卖阁看伊做做不满，开始当感恩上帝，实是对即个老爸已经对咱有够好，即个家庭才有真侪稳定。看到大囝会当去读到这个老爸的心意，由于今仔日咱的士大人好啊歹，已经不是士大人的问题啊。士大人到底今仔偌好偌歹，是啥人的问题？已经是你的心境的问题，已经是你的心胸的问题。所以，这句。我若将这个大囝的身份留予你家己决定，等于想看卖咧，你要甲老爸，你要接受老爸邀请，到底一个厝内甲小弟、甲迄个浪子、甲你情看袂起的，我若予你真伤心的人，会当三甲伫厝内团圆吗？能够与天父上帝一起享受这个圆满的家吗？我想这个。亲像耶稣留咧，互你决定，来三加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我伫这个故事的中间，顶礼拜我看见，我亲像迄个细汉的浪子，我恳求你，互我嘛有机会，会当晓悟起来，看到家己的过失，然后倒转来是大人的面前讲：爸啊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。今日我阁看到，迄、那个上好的曾经是真水的大囝，其实伫这个故事内面，伊嘛是另外一个浪子。我恳求主上帝，你的心伫我的内面，常常引带感动我，予我无论大囝、细汉囝，予我是沾什么款的囝，我会当常常甲伊相同行，甲上帝求到底，亲像葡萄树、葡萄枝连伫葡萄树。永远无离开，因为一旦我的心甲你的志向脱离，我就袂当创新，我就变作互相伤害的人。愿主的心不断呼召我倒转来啊，倒转来，啊，我真正会当甲爸
三个看守一个迄个家，甲所有厝内兄弟姊妹三个看守讲，我们已经团圆了，因为爱，因为十字架的爱，我们与人团圆，我们与神团圆了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切应跟归的上帝，平安喜乐，归的伊所行的人，可主耶稣基督名。